几米之后的啾啾你哦。谢谢十一的戳戳你，晚安。谢谢文森的戳戳你。中午好。谢谢法兰森的啾啾你哦。你会吃粽子？不会，没有，没有打算，没有打算要吃粽子。会下雪。早安。今天的地毯吃了，刚才吃了，吃了水饺。还吃了一个新加坡的什么蛋糕，绿色的。谢谢法兰森的告白气球。进入粽子地，大家家里都很多粽子。不意外的水饺，水饺很久没有吃了。嗨嗨，这月花很多钱，为什么？我吗？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觉得？是啊，真的不是、欸，大姨给我的。上个月。你们才要花很多，哼。新加坡没有啊，我还有其他家人，蛋糕好吃吗？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蛋糕。为什么会时间？不知道。
谢吉米粥的冲浪失败，到底多神奇？就是好像在哪里吃过的味道。嗯，它是什么味道？香草，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味道。谢谢吉米粥，戳戳你，应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怎么跳都还不知道。嗯，强碰千书会，千书会是几号？夜难见香草，就是很神奇，没有吃过那种味道。我能想象的就只有香草的味道，就是它很香，有种很香的味道，很不像。很不像那种蛋糕，就是那种布丁蛋糕，然后加了很多香料的感觉。嗯，很甜吗？没有很甜，偏甜，偏甜。嗯，海绵蛋糕，海绵蛋糕，但是里面是绿色。加油！布丁蛋糕加香料，就是比较甜的布丁蛋糕，不是抹茶，抹茶不是那种，就是感觉不是口味，就是它本来就是那个味道。嗯，它应该就是那个味道。真的是香草蛋加了绿色色素，也不可能。就是在哪里吃过那个味道，很香，那个味道很香甜，但就是吃不出是什么味道。谢阿荣的红玫瑰。菜瓜布绿，没有这么绿啊，比较像薄荷绿再深一点。嗯，我特星给几颗？3.5，就是不难吃，但是不会想买来吃。嗯。绿色香料，不知道。泰国常见是什么？现实一的戳戳你，就是不吃一点的话，蛮好吃，但不会想好吃到想去买一个，就是可以买一个，然后大家吃个就是。吃个开心的，但不会想要买来自己吃。嗯，斑斓叶。7月1，新庄，我会去新庄，但我应该不会开球吧？我是应该是没有吧？没有，我没有接收到消息。嗯，免费的都好吃。6到7所，其实我不知道呛死是什么意思。今天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快感冒，因为刚吃完饭。但我逃过一劫。こんにちは。轮流上去丢一球。没有吧？开球的名单，我不知道，反正应该不是我。
一加三就会跳。不会，不会，我说我现在还不会，不是说不会，我现在还不会跳。差点被自己的痰噎死啊！除了每个球员专属，还公司的时候会跳啊。被舔到，可能被那个绿蛋糕，哎，那个给制约。蛋糕给放下，应该是真的很甜，是蛮甜的，就是蛮甜。那个绿蛋糕很好吃，我觉得喜欢的人就会喜欢，因为它吃起来就是有种加工的味道，就是不健康的味道。红茶放了多久？昨天才开的，昨天才开的。山田くん見てるよ、楽しい。いいですね、山田くん。うん。太加工感了吧？就是，如果是小时候的我，可能会很喜欢，但是现在的我吃就会觉得排斥。因为就是吃不出什么味道啊。五岁的林一会喜欢吗？我是不知道五岁的我会不会喜欢。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更有味道，对啊对啊，就是更有，就是太有味道。谢谢科技鱼的啾啾牛，我的话就是喜欢。原味，我最喜欢原味的人，所以就是能不吃特殊口味我就不吃。嗯，就那种布丁蛋糕就是要吃原味的，就是要吃原味的啊，就是原本那个黄色。火锅汤底，火锅就是要那个昆布汤。买票，7月1号见。嗯，鸡蛋面粉味 ，Yeah。冰淇淋肯定要点奇怪的口味吗？冰淇淋哦，冰淇淋可能会哦。布丁蛋糕就是长得很像布丁，但它完全没有夹布丁的布丁蛋糕。谢谢 KANI 的一颗星。生日蛋糕加布丁会啊，我很喜欢蛋糕里面的那种布丁。
我会希望蛋糕里面的莓果酱全部换成布丁。嗯，酸的都不要，我就不喜欢莓果，有新鲜水果的那种。水果要看黑森林，就是会硬着头皮吃黑森林，就是很不想吃到，但还是会吃到。两层还有最上面都是布丁，芒果跟草莓，比较高级，毕竟有巧克力。上班中。お腹すいた。今はもう日本の何時ですか？五時。黑森林你也不行，就是巧克力蛋糕，不知道为什么要加那个，就是蓝莓还是什么莓酱。吃过里面放奇异果。起司系列我没有很喜欢，起司系列因为很腻又很干。爱你爱你。巧克力布丁不是好吗？对啊，不喜欢果酱，我真的没有很爱果酱。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都有酒酿樱桃了，为什么还要巧克力？那你就吃果酱就好，你吃什么蛋糕？提拉米苏可以耶，但一定要就是冷冻哦，就是冰一点。乳酪蛋糕呢，一块可以，不会想吃太多。谢谢。波士顿呢？波士顿哦，可能我本来就不爱甜点。波士顿也还好。千层跟布丁蛋糕，我会选哪边？千层。巴斯克那种超浓巧克力甜，可以。可以吧，没有少女心，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很喜欢蛋糕，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喜欢吃蛋糕。谢谢阿德的戳戳你，甚至两口就我喜欢巧克力。提拉米苏喜欢湿的还是干粉？什么选项？中间，中间蛋糕早就吃完了。千层蛋糕跟烤牛舌选，烤牛舌，烤牛舌。像你们上礼拜吃的那种巧克力蛋糕，还不错。千层都是奶油哎，我都分开来吃。看起来是咸派。体調悪くて学校休みました。大丈夫ですか？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千层的奶油刮掉，就是。一层一层吃。能分开啊。谢谢法兰森的告白气球。可是
是有钱人，就是那可以两层两层吃。该不会三明治？三明治不会啊，因为千层这种一层一层吃很方便啊，但三明治一层层吃很不方便。嗯。可以吃一整天，可以吃很久，因为千层蛋糕就是直接吃就很快，然后慢慢吃就比较不会就是这么饱，所以慢慢吃。嗯，一片一小时。它应该不是会一直在，就用那个叉子啊，然后掀起来，然后卷起来就可以吃。嗯，放太久会差一些，通常不会吧？在店里吃，或是马上吃，不会太容易那个。汉堡里会讨厌番茄，是大番茄就不会。那你想想，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们就会看到。只是我很少会买千层蛋糕，所以你们看不太到。除非就是有机会吃到。这是叉子，这样掀进去，然后这样转。现在生日，下次生日可以换千层蛋糕，考虑。买一块回来先。烧肉店好吃吗？烧肉店好吃啊，只是没有什么吃到。从煎的那一头，从切好的。生日买 Lady Anne 的千层蛋糕吃，我今年生日就有吃 Lady Anne 啊，超大一个，卷起来会让人想要夹点什么进去。可是这样就没有千层的口感，还是它依旧还是千层的，就是这样鲜才可以吃到它那个很薄的那个皮。我们是在吃那个千层的精华，那个很薄的饼皮。大家喜欢那个多层次感，但我喜欢那个很薄的感觉，很薄的皮的感觉，不像在吃蛋糕体，就是吃饼皮的感觉。嗯，会想要也这样吃。有算过千层实际有几层？没有算耶。所以说吃法式可丽饼会省不少钱。不一样，我可以明天示范给你看。大家可以赞助我。是可爱，哎呀都 ，Music Festival， 谢谢姐的啾啾你哦，千层蛋糕，赞助 OK。赖来送我 Lady Anne，
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谢谢 KANI 的小号角，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怎么赞助？怎么赞助？先赞助两颗啾啾你，谢谢 N 的告白气球 ，T 贺权挂名赞。嗯，也只能你们也只能现在用丢的，没有其他方法。三包先行应该可以赞助一片吧，我先预支是不是？两个啾啾你。赖配球吗？埋在松烟。汇款至以下账户。林小姐以后可以咨询。大家开始千层蛋糕挑战，千层吃法，实际演习的。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其实我没有很爱吃千层，对啊，我只是吃的方式比较特别而已，也没有特别到哪里去。一层一层剥开很特别，很特别吗？没有这种派吗？这种派别，千层蛋糕分开吃的派系。为了展现一下吃法，毕竟千层蛋糕也是一笔开销。嗯，蛋糕是不是看到会做人吗？不会吧，我又不是浪费它不吃，我有吃掉，我有吃掉它。我如果买回来丢掉的话，它才要生气。嗯，但它都辛苦的叠起来，就是要叠起来才有那个。饼皮跟奶油夹在一起的那个感觉，这样的话还要自己磨。嗯，这样吃一个要多久？应该可以吃十分钟。十分钟差不多吧。应该也不用十分钟吧。发现没有千层，不是以天计算，不会啊，我觉得就是不能放超过太久。口感上会有差吗？那是一个仪式感，普通的放在旁边，然后自己卷，
跟从上面直接卷起来是不一样的感觉。现在那个油啊，我就是分开来吃，因为直接吃我会觉得很腻，所以我就会把它分开来吃。直接吃的话，那个一次摄取的那个奶油的量太大，所以我会把它分开，就是先吃一层皮，然后再会有一层奶油比较多，然后再吃一层皮。吃金沙也要分开吃一样，金沙真的会想要分开来吃，因为一口气吃很甜啊。最后吃完不是也是什么，就是那个一次多大量跟就是多次少量的差。加个火腿改变一下味道，我是不会想在甜的东西里面加咸的。这一个核果，没有，它在外面有一层那个巧克力碎片的那一层，然后那个吃掉的话，里面会有一层薄的饼干，然后在里面是果酱，才是真果。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一层一层啃，对。哎呀，咬掉。然后再把那个中间咬。我就不常吃啊，可能我就是没办法接受一口气获得这么多糖分，所以我很常会把可以分开的东西分开，这个巧克力也可以分开。Choco 里面有橘子，我就会先把外面吃掉。然后它就会剩里面的橘子。会有直接咬开的机会吗？那要它够硬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巧克力都会融化。新贵派会分，新贵派要怎么分层？而且我很讨厌新贵派，就是常温下它会融化，很容易融化，我讨厌它很容易融化。拆的话会弄得整只手都是吧。回家要放冰箱是 SOP， 新贵派超容易融化的，超世界讨厌。就是就算拿进去冰了，拿出来吃的时候，你手摸到那个温度，很快它就又会沾的包装到处都是。杏仁巧克力，
还有那个什么健达也很容易融化，健达也很可怕。还有那个海酒，海酒也很容易融化。都不买新贵派的，健达会吗？会啊，那种整支巧克力的，不是那个有，就是整支的那种，甜到牙齿痛，真的是甜到牙齿痛，那个放进去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感应。缤纷乐，缤纷乐也是外层蛮容易融化，但是有一个那种整条巧克力的。就是我一盒，然后外面有印一个小朋友的那个，那个就很容易就整个散掉。冷冻过的，放室温的健达，那你可以吃看看。它现在应该你一放进去，它就这样化掉，一定超软。冰冰箱啊，那个里面有那个很像麦芽糖还是什么巧克力酱，那个焦糖酱还是什么，很甜，呵呵，很甜，压到变成大灾难。巧克力放在包包里面压到就是个灾难，因为它就是很软，夏天的时候它就是很软，只要一挤它就会变巧克力酱。所以那种会融化的东西真的是不能放在包包里。巧克力基本上都很甜，除非你买黑巧克力，基本上就都很甜。我最喜欢明治的麦吉的大片的黑巧克力，那个可以直接吃。它也不苦，但就是没有到那么腻。大菠萝很甜吧？我也觉得大菠萝。慢慢啃，拿去冰，然后直接啃。大片的，因为大片的比较薄，小条装的那个就是一个就厚厚的，我喜欢它薄薄。人生希望，人生希望。蜂蜜糖，直接啃还是用什么？直接啃。我知道啊，就是一条，然后里面有一颗这样子。会直接咬。没有比较厚吧？有，形状就不一样了，形状就不一样了。谢十一的告白气球。怎么看都比较厚啊，
这个是一片的，不一样吧？不一样吧？我就记得它比较厚，我有一条放了很久的巧克力。你看它中间是厚的，它中间没有凹进去，它中间是厚的。你看它很厚。这是牛奶，牛奶口味。谢谢吉米做的啾啾牛，小黄瓜是之前别人买给我，然后就一直放在家，到七月，还有一个月。说到七月初，他说不定是七月底啊。他只有写七月，说不定可以放到7月30。毫不犹豫就吃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吧，我有把它冰起来可以吃吧，完全。没写就是月底，没事啦，巧克力而已。之前七月，对啊，他之前七月，这个到八月。Pink， 你看那个好可爱，喜怒币。每件都懒得吃。太爽。检验过前没有，这刚拿到，应该还很久。2024年2月，放在那留着吗？没有哎，我是会丢掉的人。自动怎么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哎、欸。吃到跨年后，快过期就练习时再去分。谢谢科技的戳戳你。仪式感、纪念感为零，我就是个直男啊，我是个男的。谢科技语的戳戳你。
烈红玫瑰。这个时代很平常，仪式感大队长，仪式感大队长又在到处出国，谢谢应援棒0049。我就是本职是个宅男，我本职是个宅男，就只是刚好是生理是女生。公费旅游不是哦，不然是宅女。比起宅女，我觉得我比较像宅男。宅女的话，都看那个，都看帅哥，我都看美女。你也没有看 BL？ 我有看。我有看过，难过没有很喜欢吃甜食，我就是个男的，我就内心是个大叔，我就喜欢吃咸食，就很喜欢烧肉，又很喜欢吃拉面。宅女不看女性向，我喜欢看就是。可爱的女主角，BL漫感觉不太合我胃口，不是爽叔。什么叫做爽叔？啊，你说不太没有那个很强的因素是不是？不一定啊，画风有对就什么都可以看。画风有道。颜值有道，就再怎么烂的剧都看得下去，再怎么荒谬的剧情就还是看得下去，剧情随便，所以我每次都很就是看不懂大家说什么本季新番最强，应该要是什么什么，然后应该什么剧就是没有这么。好看，大家过誉了，我就看不懂，因为我就想说啊，就是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就是我看不太懂什么叫做烂尾，还是什么前半段很怎么样，后面烂尾，就是我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叫做烂尾。什么中间很拖什么的，就是看不懂。烂尾还是会看，烂尾就国王牌的，就看不懂啊。所有，我就想说，为什么这样？怎么？怎么拖这么久？怎么突然就然后就看完我就忘了，看完就忘了，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开始？什么时候要结束？什么时候要？但还是会看，烂尾就不要看最后一集就好。放松再看，我就是当作就是。很有趣，在看啊，就是很瞎，很瞎也是蛮有趣。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但还是有看不下去的时候吧，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可以快转，就会快转。嗯，但现在也可以套画风出来，就不喜欢那种，就是画风，作画崩坏，就是会有那个什么落差，就是它可能封面很好看，然后点进去。就会看发现他作画很崩坏，就会看不下去。嗯，就想说怎么变成这样子，就是可能前面几个都还蛮正常，我看到后面就会开始不知道怎么变成。嗯，经费问题，就是经费问题也很重要啊。后面才三前动画还没有看呢、啊。嗯，怎么变成这样？但有时候就是只是想要放点影片的时候，就不会认真看。谢谢缘分相遇。那动画配吗？不会，我都看 YouTube。七月的咒术应该是可以达到我标准。献给国王的无名指，我看完了。我昨天看完了。担心太慢会想看吗？不会，因为我的那个。只是记忆力很差。好看吗？我是看人家的评价就觉得很问号，他们说就是编剧那个作者原本的作者就是画那样的剧情，然后大家就说要把编剧拖出来打。嗯，我也觉得就是蛮瞎的，蛮瞎的。然后大家都说是靠男女主角在撑，才没有气嘴，真的是靠男女主角在撑欸，那个剧情。剧情真的是，因为我好像是从第六集开始看到第十集，那个七八九集就是还蛮，七八九集真的是很问号，很问号。嗯，七八九集就是，因为前面就是都还蛮多。稳稳，然后蛮甜蜜，然后七八九集就开始暴风的，很多有的没的没的问题都出来，然后那个解决的方式都很随便，就突然就解决，然后就会说，嗯，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突然第十集啊，突然就又都是好 ending 这样子，真的就是只是在看演员欸。没有什么在看剧情，就真的只是在看演员。嗯，其他就剧情就没有认真在，没有想要去认真的思考，他怎么会这样说，他怎么会
这样做这样的问题，就是过了就过了，过了就过了，就不去想他刚刚为什么怎样怎样。就算了，反正结局是好的就好，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刚刚前面发生什么，我就当作我没有看到。其实那是都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子。看演员的部分就好，就是有很多地方会很想吐槽，但是反正嘛，就是漫改，就是这种东西嘛，漫画嘛，终究就是改，就是虚构的东西。看演员的喜剧，就我就只是在看桥本环奈而已啊，桥本环奈很可爱。卡哇伊哦，卡哇伊。就是他们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切换太快了，突然就是和好，突然就又不开心，突然就又原谅了，这样不可以就算这样。疯狂吐槽，我觉得日剧就是很扯，日剧就是很扯啊。我每次看日剧都会觉得真的是很日剧、欸。物语没有哎、欸，没有。漫画的功能好像是漫画就是这样演，但我也没有去看漫画，所以不知道。日剧从以前就很扯，就是日剧就是很夸张，又很就是会就是很梦幻。都会有那种神奇的意外发生，这样子。谁会一直跑？对啊，就是要在路上一直跑，用追的，就是什么事情就是用追的。但是都还追得上。三角人都没有，哪有那么好追？
今天只播一个半小时哦，各位，我们5:30就会结束。呦呦呦，真的要出门 ？Yes， 克拉波咖啡没有，没有想要。开什么开晚会？至少还有明天，明天 Yes。面去日本买的东西还没给你，没有哎、欸。他可能还没有见到他。明天也是一个半嘛，明天应该是2小时。没事吗？最近就没事啊。有人说他很忙，表情感觉不像没事，不一定啊，说不定还没嘛。该让我出去玩。感觉出不了，现在最近。下礼拜要练硬人，该练的吧？7月1号也快到了。球衣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会不会有，因为去乐天的时候没有，很充实的行程。穿球衣，那就不知道是穿什么，不知道是哪一件。要你追踪，你没有追踪。但是你们想的那件。谢谢绿龙炸弹新装的棒球，看我们赛前开球。
谢谢告白气球。开始宣传，还不知道耶。电机车电玩没有耶，都是玩车的。いいですね。因为骑车，我很像有平常有在骑这种。宜兰飙仔，要当个飙仔。我就是已经骑完了，他们还没结束。很压线，压线什么？怕什么？你有活动要参加是不是？有造假是签书会是在一垒还是三垒不知道的是呢，七月七发售以后才说没有我说你说你们现在先预购了应该不会没有啦，应该不会没有啦，钱都付了，什么都没了。最后有什么？对啊。没有意外发生的话，都会有啦。不担心卖不掉。
斑马。不买说不过去。等我手会出来再买，也是可以啊。可能会听不到，不会啊。那不是就说要剪纸吗？越近越多，捡了捡了本家那边的，该去我本家了。减了八张，增加了一倍。这次好像买很多。鬼滅が最終回だったから一気に見るのかな。もう最終は最終はちょっと見た、ちょっと最後を見ました。多分一気にいつか見ます。うん、出来不到几天就被关了。大家可以平常心，平常心嘛，有想说的话再来就好。衣服这都不是重点。嗯，那些鬼面有啊，我有看漫画。一直都想说，嗯，说不出什么话就不用去了。嗯，想说的话太多怎么办？就集中在一部就会说完啦。平常心的宣传。不要纠结于每一步都穿不一样，就不会纠结没有去到哪一步了。嗯，其他地方就没办法。生日祝福蟑螂，这样很棒啊！就是看到你就只要讲生日快乐就好。快乐，拜拜。要看我的衣装，说不定我都穿一样的。
真的是吧，都五年了，差不多可以开始，开始就变懒人模式。合唱会要看专辑还有多少成员，穿一样也要每部都画，要开始变懒了，要开始变懒了。毕竟就是本家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子，是我们自己从以前开始为难自己，然后就变成大家都要，大家被连带责任，大家都一起要换衣服。嗯，当然有换也是一种销售手法。毕竟大家就很容易会那个嘛，那个嘛，对，不用带行李箱上下班。我已经很努力不带行李箱，把那个行李不用到行李箱，我都有维持在不需要带行李箱的范围。各种要成员力祭品，对，就是嘛。但是说了，说不定有人会做啊。手提那袋看起来很大方，那个是生日会的衣服，所以很大袋。就穿什么什么的，毕竟为了就是刺激销量嘛，大家就会这样子做。福利祭品自己准备两个行李箱，嗯。谢谢吉米做的啾啾你哦。圣诞下次还会出来吗？不知道。诚意和心意和创意的考验，嗯，不换衣服也有表达他的诚意的方法，就看有没有表现出来。嗯，要盘腿也不是不可以，要盘腿其实应该没有比较轻松。嗯。端午节没有哎，明天播的时候是晚上哎，自己体会，要自己体会。明天见，不能立蛋。大家可以先理，自己先理，还是我先摆好？为什么九月要穿什么旗袍？九月有什么好穿旗袍？又不是一月，如果是明年一月我就穿。下半年有什么好穿旗袍？嗯，所以为什么会是九月？六七八九月都是啊，因为很热啊，旗袍比较凉。嗯。
固定一月，就是新年才有一二月嘛，一二月才有旗袍。我没有打算要在一二月以外穿旗袍啊，就是很奇怪啊。你们不能被制约，所以要选凉一点。T 恤很凉 ，T 恤也很凉啊。旗袍有点看不到，改良式旗袍。九月很热，你不敢说。其实七现在就很热。嗯，七八九月就是暑假的季节。嗯，没办法想象，要再走那个松烟那一条路，大家一定看不到我剑送。我应该就是到了一个定点，我就不想要离开会场，热死。嗯，大家也不要就是那么辛苦，一直去外面跑来跑去，我们就待在松烟会场吹冷气就好。嗯，就是不要纠结于就是扛相机跑一跑了。嗯，就是找有冷气的地方。你感觉只会让旗袍成为回忆。嗯，下楼还比较凉，那也要就是有遮阳遮太阳的地方啊，在外面直射太阳还是很热的。最后一步还晚上很暗很难看，就是加油。走廊一样热，就是夏天在哪都很热，真的。至少啦，往好处想，我们没有在户外握手，在户外握手就是，那是都市传说的，哼。没有体验过的，就是粉丝就是要庆幸，你们庆幸一下，你们没有那么早成为 TP 的粉丝。嗯，经历过的九月有什么好看？是为什么在户外啊？为什么是没有场地吗？嗯，也不是疫情，是疫情的关系吗？是疫情的关系吗？疫情所以要在户外吗？不能办在室内，有差多少？嗯，室内人数限制。人数规定，我记得有口罩啊，我知道是疫情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定要在户外。室内有限制人数，室外没有，室外也蛮危险的吧，这么多人，我们也是群聚，然后在那个很热的啊，反正太阳有杀菌啊。该办冬季，该办冬季户外了吗？大家都中暑了，大家都很像被烫到，大家的脸都很像被烫到。而
且就是握手会要戴口罩，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就是大家讲话一激动，那个口罩就不会在脸上，就会这样。好，各位在这里，有戴跟没戴一样。叫你们戴，也就是会浪费秒数，浪费秒。那个口罩要请你戴好。已经放弃叫大家戴好那个口罩，就是会等着。不是他进来然后就拿掉，就不懂为什么会拿掉。他可能很热。我自己也是不戴好的，我有戴啊，只是没办法，我鼻子没有那么挺，那会滑掉。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就是反射的动作，还是他以为可以拿下来？还是这样进来，第一件先拿下来。5:30，要5:30了。力气太小，就是这边。我先念就可以准时结束。今天的第十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九名是 KANI， 谢谢 KANI。 第六名是杰弟，六名是文森，还有阿德，谢谢。现在都一半一小半，今天而已，今天一小半。第五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四名是柯基鱼，谢谢柯基鱼。第三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二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一名是十一，谢谢十一。想压线没得压，毕竟我刚刚前面大概半个小时前就说一个半小时，没有听到是你的损失。没事啊，明天见。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买千层蛋糕，说不定我就忘记了，就没有这回事。你就明天就会看到我双手空空的坐在这里，也是不一定。哼。端午节吃千层蛋糕吗？就这样啦，大家有想聊的，明天再慢聊。明天是晚上，所以明天比较悠哉，悠哉。双手空空也是可以。庆祝端午节，然后买了一个千层蛋糕，悠哉吗？悠哉啊，就是一个不用准时下播的时间。带粽子是没有关系，不需要。希望网络信号正常。就上班了，上班加油，大家！礼拜三加油，上班喽，各位，拜拜。